你可不可以正常一点，像大家一样？这样真的很失败吗？人一定要有上进心吗？再努力一下啦！为什么不多读点书啊？你要这样将就吗？你再好好想想吧，可以做得更好吧？到底为什么？要强调那些价值观，在不同人身上。Fuck！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想了那么久，我还是不明白生命的意义。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，直到我发现它不存在。我们所有的认知都是人类赋予的。真巧，我也是个人耶。在我的认知里，人类是极度让我厌恶的生物，因为他们不笨，却又笨死了。他们创造，他们进步，但他们不快乐。战争、独裁、暴力，杀死了多少人？要是 COVID-19 是个有智慧的病毒，我会希望他们都去死。可惜，他不是。要是我有能力，我会想改变这些。可惜，我不上进。但上进到底能干嘛？除了那些可以发射核弹毁了整个世界的人，我们都只是平凡的普通人，拥有自己的想法，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也拥有自己的目标。我选择当一个疯子，不正常的疯子。